大家好，我是阿腾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只超级赛亚人孙悟空。那这一只是阿腾就是入手的第二只七龙珠系列的正版公仔，然后它是代理版的，好，然后白正，好，那这一只算是赛亚人之血系列、特别版，所以它的头发好，然后发色啊刻画，我觉得都做得还蛮不错的，算是特殊色的表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箱。好，你看正版的，它这边就会有编号，然后里面是像这样子的包装，好，就是防撞的设计。好，然后里面打开就是像这样子，有支架，然后各个身体部分都是分开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先把它组装起来吧。好，那组装完成大概就是长这样子，好，还蛮帅的。这个 pose 刚好是我最喜欢悟空的这一个招牌动作。好，来看一下他背后，他背后有把一些衣服的皱褶啊，然后细节啊，像这种战斗的战损的那种细节表现出来，然后肌肉线条也有做一些蛮明显的呈现，一整个就是蛮帅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来近看一下他的细部、脸部的表情。对，好，脸部表情，然后发型跟肌肉的线条都呈现得非常好。然后他靴子的部分其实他也有做一些就是渐层，所以你看他左边跟右边的阴影的呈现，也都做得非常好。好，还不错，这只其实阿腾还觉得蛮满意的。好，整体来说这只评分我会给到90分啦。哎呀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阿腾对这只七龙珠赛亚人之血孙悟空的分享。那有喜欢阿腾的频道，请帮忙做订阅跟分享跟按赞。好，那影片下方有铃铛，好，那才可以接收到就是阿腾第一手发布的影片开箱跟一些公仔的分享。啊，以上感谢各位收看，谢谢。